嗨，我们英语讯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现在汤丽萱目前为止呢，在我们呢台北忠孝东路三段305号六楼之二，我们彩杰文秀艺术为您访问到负责人洪彩杰。彩杰你好。你好，汤丽老师好。哇，我们彩杰好棒哦，大家看一下哦，他是呢全国呢梅艺师秀认证书，哇，而且是中级认证合格，哇！而且听说呢，你不止在台湾呢拿到证照，还到韩国去拿证照，是不是？对，哇！韩国证照可以给我们看看一下吗？哟，还有韩国证照呢，哇！韩国呢是最重视这种哦美的东西的哈，哇！这是我们韩国的证书证照哈，对，纹绣师证照，好棒哦，叫纹绣师哦。当时呢是什么样的情况会投入这个纹绣师这样的工作？因为呢我们在美容行业呢其实已经遇到瓶颈了，因为是医美的盛行。嗯，那一方面我是美工科背景的，然后对美比较偏好，在我们在担心说我们的眉眼唇呢每天都要去美化它，倒不如用纹绣持久性甚至是半永久的方式来维持它的美。那因为每天涂涂抹抹真的很辛苦又很累人，然后在化妆品含化学药剂的身上渗透到我们皮肤其实是很不理想的。那我的摄入都是通过 SGS 检测，这样让客户又安心，自己也用得很放心，又可以省时省力，不用天天涂涂抹抹，不用刮风下雨流汗啊。运动的人他们都很喜欢来做纹绣，这只要我们的现在纹绣的技术呢让你觉得是美化，而不是弄得很奇怪。那我们的那个纹眉呢甚至可以根根分明，像自己的眉毛不会被发现有纹绣过。而且呢很多人以为我是化妆的，其实我的眉眼唇都是绣出来的，让你呢有彩妆的效果却不用涂彩妆，真的是很棒，是现代人的福音，可以有流行感。那我们最主要是可以持久，而不会因为时间而要去补妆那些，真的是很棒。好棒哦！而且我们观众朋友，其实如果你想让自己变得更帅更美，对不对？哇，来找我们彩杰。其实彩杰呢他是怎么样，他是会逐步的这个来呢帮你呢设计造型，那给你建议。像你看汤萱老师有没有，有没有看到我的眉毛，看到我的嘴唇，今天特别粉嫩，是特别粉嫩，就是呢我们呢采集他的功劳。因为汤萱老师呢画了眉，也滋润了唇，用了红唇素，让整个呢精气神都变好了，变得型男，而且呢整个人焕然一新，年轻十岁，好棒。而且的话我们在女性的乳晕方面也有这个服务嘛，是怎么服务呢？对对对，一般女生呢比较重视嘴唇有粉嫩感，也很在乎内在美，然后让乳晕会变粉粉的，大部分都是因为生完小 baby， 然后因为雌激素的关系哺乳的关系就变得暗沉，那他们很希望再回到年轻少女时的粉嫩感，它可以借由纹绣改善。那医美只能改善形状，却不能改变颜色，是借由简单的纹绣呢，那它会持久4到5年，真的是很方便，而且自己会觉得很有信心，因为常常觉得自己的形象很好，内在美也很好，就是会觉得自己倍增了美丽，而且呢会有觉得有更多的竞争感。那在这个方面呢大家可以觉得有持久的妆感是很棒的哦。是啊，所以呢赶快呢写一下彩杰的这个手机联络电话，他都采预约制的。对啊，如果你们有更进一步的问题想要问彩杰本身，你可以跟他联络。你的电话是几号呢？0982724911。很多客户呢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眉型，你不知道是要柔眉好呢，还是飘眉一根一根的好呢？有像自己眉毛的感觉，还是要画眉的感觉，我都可以为各位设计好眉型，画两种眉型给客户看，然后看你要 3D 立体眼线还是隐形眼线，看你要
粉嫩嘴唇还是裸唇，我都可以帮你画给你看，让你喜欢的再秀哦。好棒哦！所以呢，我们呢，采撷的手机0982724911，赶快记起来哦。再次谢谢采撷，接受英语新闻报独家采访，谢谢您，谢谢 Tony 老师，谢谢英语新闻报，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